信者，慧心安住西方净土，愿者厌离娑婆，心求极乐，行者一向专念弥陀名号。第二句话是深信因果，因果包括世间的因果和处世间的因果，啊，世间的因果就是我们讲的善恶报应了，啊，这个善恶报应现在社会上有些人是不相信的，不相信是来自于他看到了有些好人没有得到好报，有些坏人还很得志。啊，于是觉得这个善恶因果报应好像得不到证明呢，所以他心存怀疑。啊，那么他不了解佛教讲的善恶报应不是这个，啊，短暂的这一期的状态去看，他是要放在三世，啊，因果的这种广阔的背景当中去看。啊，所以我们讲这个报应有一个，啊。现报，就是你今生行善，今生得善报；今生造恶，今生得恶报。这是现报，让大家都看得到的。还有一种是这个生报，啊，就是你今生的善恶是在下一生当中得到报应的，他就转过在轮回的下一生去得到结果。还有一种是后报，下一辈子得不到报应，而是这种善行善行恶的这种业力，在阿赖耶识里面，它要经过二世、三世、百世、千世，乃至百千万劫，这个因缘际会成熟的时候，它才得到报应。啊，所以这个善恶因果报应，它是错综复杂的。啊，今生你是个善人。你得到了不好的报应，这个是你前世的啊这种不善的因在今生先成熟了，啊，而你今生行善的东西要到未来的时候成熟才在你身上体现。啊，那么我们凡夫众生只是看到这一段的这个状况，所以对那个因因果果，果果因因，错综复杂的东西他看不清楚，所以他就容易不相信。啊，那么这个因果万有律是决定不虚的，而且我们来到这个世间上，这种善恶因果也是记录在档案里面的。阿赖耶识啊，啊，华严经讲我们一出生下来就有两种神伴随着我们过来，啊，一个叫同名男，一个叫同姓女。同名男来记我们的善行，啊，同姓女记我们的恶行，啊，记录在我们的阿赖耶识里面。你最见不得人的事情都能够记录档案。然后我们为什么到阎罗殿？阎罗殿有一面镜子，一镜，啊，于是你那个原来档案里面像胶片一样的，就在这面镜子当中显现出来，啊。一生的善善恶恶行为是没有啊遗漏的，显露无余，然后根据这个来审判，来审判你哪个业力最重，就到哪一道里面去投生。啊，所以我们要深信这个因果，唯有深信了这个善恶因果报应，我们才会内心升起畏惧之心呢，畏惧才会给我们行为有种约束啊，有种规范呐，啊。就能做到慎独啊和道德自律呀，啊，啊，所以这个善恶因果报应的理则是一切伦理道德的基础。如果他否定了因果律，那你说他的劝善惩恶有什么理论依据呢？啊，既然没有善恶因果报应，既然人死灯灭，那我为什么不可以像其他人一样不择手段的得到我五欲的享受呢？所以。历代祖师大德非常强调这个因果呀，人人信因果，就天下大治啊，天下太平了。
人人不信因果，就天下大乱了。啊，如果大家都不信因果，纵然是孔子、孟子，啊，佛菩萨都来到这个世间，都无可奈何呀。他不信因果，就肆无忌惮了，就胡作非为呀，就目空一切呀，没有起码的畏惧感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佛的同修们，要传播这个佛教的善恶因果报应的理论，也要在我们的修行过程当中体现因果的法则。我们看修行人一个修得怎么样，其实跟他深信因果有关系啊。他深信因果，他就不敢去犯戒呀，啊，他没有因果的观念，他受到戒他也就破戒，反正破戒也没有关系啊，哦，破戒我很痛快啊，他不知道下地狱如见识，他都没有地狱的概念了啊，所以这都很麻烦的啊。现在我们从啊20世纪那种打倒孔家店呢啊全盘西化以来，这种因果的观念是啊受到了很大的这种挑战了啊。现在我们要重建这样的一种因果啊报应的观念啊。那么出世间的因果，就是我们一般讲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断一份烦恼，证一份佛性啊。他修行的次第，从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啊，他都有一个因果的法则在里面啊。那么修行佛法的因果，还有一种超越一般的因果啊，比如像念佛法门，它就不是断一份惑证一份真，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的概念，它完全是把阿弥陀佛果地上的功德来作为我们修行的因心，果觉和因心交融在一起，使我们在这个念佛啊待业往生念不退当中，顿然的超越41个阶梯，不需要一个阶梯一个阶梯走，不断烦恼得涅槃分，待业往生的凡夫以往生西方净土，就是阿毗跋致，就能够快速到一生补处菩萨啊。这就是叫妙因妙果，不可思议的因果啊。也正因为这不可思议的这种因果，就使得念佛法门很难相信啊，难信之法啊，难信我们能信，这就是善根，这就是智慧，所以要深信因果啊。第三句是读诵大乘啊，大乘佛法为什么在观经题做大乘？因为念佛法门，念佛往生法门就是大乘圆顿之法啊。有人觉得你念佛啊求往生，这是治了汉呐，是小乘的心态呀，好像不是大乘菩萨所为呀。一个大乘菩萨应该要在这个苦难的地方，在娑婆世界生生世世度众生呢，哪能自己求安乐去离开这个世界呢？那么对这个观点，我们要有智慧的辨识。要知道念佛法门求往生的目的是什么？是成佛。成佛的目的是什么？普度众生。这一念往生成佛度众生的心，就是大乘菩萨的心。这里在目前的情况下是不能唱高调的啊。现在我们是烦恼具足，我们要在这个世间去度众生，那到底是自己度众生，还是众生把我们度去了啊？我们要有自知之明呢、啊、就好像我们的啊这个有缘的亲戚呀、啊、朋友啊，这些众生呢、啊掉到水里去了，掉成同时有两个人，他
他都感觉到都跟自己很有缘分，都想救他。啊，这两个人都不会游泳，不是水性，啊，忽然都有个慈悲心很切，一看到自己有缘的人都在那里水里面挣扎，他自己悲心很切，扑通一下他也跳下去去救，殊不知他自己不会游水。不会游水，那个在水里面的一看有人来了，紧紧把他抓住嘛，抓住两个人同归于尽，都沉下去了。啊，那另外一个很有智慧，尽管他也很想救他，他知道自己救不上来，赶紧到另外一个地方撑一条船来嘛，撑条船来去救他，这时候又能把水里的人救上去，自己也不会淹死嘛。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再回来就是找到一条船了，这才是智慧呀。 啊所以龙树菩萨说，没有得到无生法忍的菩萨，要在这个五浊恶世度众生，无有是处，不可能的。啊，这个净土中有一位大德，啊，也是律宗的祖师，林芝元照律师，他在早年呢也是雄心啊发心很大的，啊，他认为与其到西方极乐世界莲花中十二大劫不能开放，倒不如在娑婆世界生生死死救度苦难的众生，所以他对于念佛法门往生不感兴趣，啊，结果在31岁的时候得了场重病了。啊，一切治疗也不见效果，神识迷茫，啊，不能做主。这时候他才想到，啊，五庭心观，多障众生念佛观，他就开始念阿弥陀佛名号。这一念，慢慢的把他病念好了，病念好了，这次经历让他觉悟了。虽然有救度众生的大心，然而自己的能力不够啊。所以他从那开始对念佛往生法门一往情深，教在律宗，行在弥陀，啊，以后30多年对念佛法门那是这个孜孜不倦，啊，成就往生大业。所以念佛往生一法就是大乘行门，无量寿经告诉我们，念佛往生行人不是小乘，是佛的第一弟子，大乘圆顿的行为，所以这个深信因果，一定要把这个把它记下来，啊，这个读诵大乘啊，刚刚讲读诵大乘经典，就是我们的解，要把它这个建立起来，啊，这个三福里面讲读诵大乘方等经典，告诉我们，我们的知解一定要广一些。啊，广一点，但是它有个次第，啊，我们提出精中求博，在解门当中，先从净土五经一论和中国净土中祖师的思想入手，啊，在解门当中建立一个正信、正知、正见，把信根牢牢地扎根下来，令它产生信心的力量，不受一切其他的见解和法门的动摇。在这种前提之下，我们再扩大读一些大乘方等经典，比如像《楞严经》《法华经》《华严经》《圆觉经》《金刚经》都可以去读，啊，不能说一个念佛行人什么经都不读，啊，读诵大乘，啊，一切大乘佛法经典都是佛从悲心里面流现出的智慧灵文，所谓的实文字般若，透过文字般若起我们的观照般若，切证实相般若，行要专一，解要广解，啊，这是善导大师给我们的一个啊开示。宁可守戒而死，不可破戒而生，把它放在一个超越自己生命的程度。人人信因果，就天下大同，天下太平；人人不信因果，就天下大乱。我们在人生当中有种种的问题，它
弥陀佛以他无尽的悲心给我们大安心、大安乐、大安稳。求往生的目的是什么？是成佛。成佛的目的是什么？普度众生。最后一句是劝进行者，就是我们闻信了念佛法门，知道念佛的好处，要把这个要广而告之，要做阿弥陀佛的使者啊，我们自己这盏内心的信心的明灯点亮，也要令一切众生把这个信心的智慧的火炬点亮，无尽灯啊，自信教人性，是名报佛恩。我们如何报答佛的恩德？就是我们弘扬念佛法门，令有缘的众生都能相信念佛法门，都能信愿持名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成就一个众生往生，成就就等于成就一个众生成佛呀啊，这叫真报佛恩呢。这个成佛的众生，这个众生成佛了，他又辗转的到他方世界去救度无量无边的众生呢啊。那么这个劝进行者的方法是很多的啊，自己啊通过修行跟你的家人、你的同事、你的朋友，只要能够接受的人，你都可以主动的跟他说一说，或者把有关这方面的经书提供给他啊，这是自己来说。有的时候你可以提供一个讲经的场所，请这些能够相信念佛法门、有念佛的经验的法师啊来讲，当然有大德居士讲得好也可以讲一讲，然后我们能够流通佛书，能够有正知见的光盘磁带、念佛机，这些广而发送，这些都属于劝进行者的范围。现在众生是很苦啊，他在这种生活的忙碌当中啊，快节奏的这种市场经济当中，有时候活得很无奈，心里非常空虚啊。每个众生内心都有一种想离开那种这种烦恼重重、这种尘缘俗世的这种心，但往往他没有这个缘分啊。我们要给众生提供这样的缘分，把这个佛法的甘露啊提供给他，他是不是能相信，这是看缘分，不一定我们啊一跟他一讲他就相信，这很难。但是你跟他讲了之后，或者在一个特定的时候他试一试了，所以我们这个都是就像在生死大海当中，我们把这个网啊撒得很开，撒得很开，总能捕几条鱼出来。印祖当年弘法寺啊印送了几百册佛书，有人就当着印祖面赞叹，哎呀，这个印光法师你这个印了这么多书，功德无量啊，要度很多众生了、啊、印祖当时说，你不要这么赞叹了，我知道这个佛书啊，这个一千本发出去也不可能有几个人能看的啊，一万本发出去啊，也大概也只有一两个人会啊三五个人啊会有点相信的，在相信之后还要真修实干的，那都是很少的，寥寥无几的，比例不高的。所以我们印了很多经书，发放很多磁带，你看看他会啊整整齐齐啊崭崭新新的放在书柜上，他不看了，不看周围摆设，人家来了，哎，你看他佛有很多佛书，他也觉得啊比较有点品味啊，实际上他有时候看看，哎，
啊，他喜欢听点磁带，搞点那个讥讽转语，有时候等他在餐桌上或者同学聚会的时候能够说一说，哎，觉得自己很高雅。真的是真为生死把这个法马上落实在自己行为当中，真修实干的人，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了，啊，持佛名号啊，求生净土，这种一往情深的人很难得啊，偶尔能碰到几个，那真是啊，人中稀有人，人中上上人啊，人中妙好人，人中分陀利华，他善导大师几句这样赞叹，那真是真是不虚啊。啊，所以很多人学佛是为了一种娱乐的心情呢，啊，但尽管如此，我们也要接引他。他可能开始带着漫不经心了解一下，或者充实一下自己的生活，啊，对生活做点点缀，也没有关系。只要他跟念佛法门接上缘分，这句六字洪名打到他的内心去，像金刚种子，他永远不会消失。在某个时候，被一种苦难或者某种机缘就把它激发出来了，他就去开始真修实干了。他有这个现象。我们在北京的时候有一位同修，他这个在单位上就啊，他自己念佛嘛，他一天能念两三万佛号。于是碰到他的这个，他在报社工作，碰到其他人也就告诉，哎呀，多念佛啊，甚至他常常给他啊，给那些人发个念珠，反正你念不念没关系，带个念珠作为装饰嘛，啊，碰到问题的时候，碰到苦难的时候，你念佛能帮助你吗？他就常常把这个理念灌输进去。哎，过了几个月，果然有一位同事，她是一个女的，打电话说，哎呀，我非常感谢你啊，你救了我啊。但是这个女同胞是什么？正在谈恋爱，啊。她跟那个男朋友啊，谈的过程刚刚觉得不合适，就想跟那个男的提出分手，但这个男的不答应呢，他进入角色了。他有一天，啊，这个那个男的就约他到公园来谈话，他也就准备在这个公园就在公园里面跟他话说明白，以后就不要来往了。这时候一来，他刚坐下来，这个男的忽然走到他后面，恶狠狠地说，今天你不答应我，我就把你杀了。他拿把刀出来，这拿把刀，哎，这个女的碰到这个情况心里很害怕呀，这个要动真格的，要生命危险。这时候忽然想到，碰到危难的时候就念佛吧。哎，这时候他有点从容不迫，就从这个手腕上把这串念珠拿下来了，就开始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你要砍就让你砍吧，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嗯，哎，这个念呢，因为这时候他也是很专心的念了啊，一心不乱的念了，死亡就在面前了呢。阿弥陀佛，也不知道念了多长时间，哎，回个味，怎么还没有啊？还是比较正常啊，没出现什么事啊？他回头一看，没有人呢。没有人，他就哎呀，一下子感觉到这个啊虎口逃生了，就回家了。回家第二天，他的那个原来男朋友跟他打电话来什么，向他表示道歉呢，说我当时失去理智啊，这时候在你后面，不知道你在念什么声音，我忽然感觉到自己很惭愧呀，不能这样干，我就悄悄地溜了。念佛管用啊，因为念佛这里还是一个什么呢？阿弥陀佛愿力再起作用，这个名号当中有光明，这个光明一旦出来的话，能够使一切众生身心柔软啊。他这种杀心就在这种名号光明当中消失了，恢复了理智了，啊。所以我们把这个信息传达出去，可能他当时不念，哎，忽然碰到个事情，他猛地想到，因为别无选择嘛，在这时候，你打又打不过对方，跑也跑不掉，那就念佛嘛，啊，念佛等死嘛，能够念佛等死，就死里逃生嘛，
啊，是这么一个关系啊。所以劝进行者。那么我们透过这个三福来看，啊，这个佛法它是非常圆融的，它能够把世间的善法融合进来，啊，把这个啊大乘佛法的修福的范围的内容整合起来。如果我们一个念佛行人能够把这个净业三福作为我们行为的准则，你说说，他在世间就是一个道德君子了，他在任何的岗位上、任何环境都是受人欢迎的人了。啊，现在我们讲人间净土、人间佛教，这个净业三福做得好啊，奉行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他当下就庄严了佛土，使这个社会啊道德风气上升了，庄严我们这个啊刹土啊，使这个人间佛教啊啊能够啊真正的实施啊。当然说我们对人间净土这个概念，有些团体有些法师在提倡，我们也随喜赞叹，但有时候话也不要说得太过了啊，因为我们要看到尽我们最大的能力，我们既能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我们净化这个地球、善化这个地球啊，提升这个地球，也是我们每一个念佛行人的责任啊，尽我们的能力去做。我们持戒修十善业本身在实际上在做这件事情，但是同时看到众生的共业属感，想在这个人间建立一个像西方极乐世界那样的净土，那也是绝对不可能的啊。因为首先是圣严量告诉我们，佛灭度之后啊，佛释迦牟尼佛说悟啊泥环之后啊，这种五恶五痛五烧是愈演愈烈啊，人民惨尾啊，啊它是每况愈下的。所以这个世间是每况愈下，三界火宅，这个世间很难建构净土。正因为这个世间不能有净土的产生，才有西方极乐世界净土的产生，让我们迁移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这个观念作为念佛行人，我们要听佛的话，佛让我们往生，我们不能说我要在这待着，我要在这里建立净土，我要在这行大乘菩萨道，我要生生世世童真出家啊，广度众生，那你不是跟佛在抬杠吗？所以我们要做老实人呐、啊，老实听话。佛闹我们到哪去，我们就到哪去；佛闹我们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啊，有时候可能不理解，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也执行了，才老实下来了。啊，因为我们凡夫的世界都是迷惑颠倒的，看不清楚的。啊，在这个世间，你要度众生，发心是很好，烦恼很重啊。就好像这一块很厚的冰，一大块很大冰，我们手上一小杯的热水想把这个冰融化，这时候你浇过去，哎，好像这一小块融化了一点，谁知道过了一会反而这个冰结得更高了，我们能起什么作用呢？啊，现在我们尽管在这里弘法也好像发点心，但是人家这些人一看你这个人啊，又没有智慧，又没有福德，什么又没有神通啊，他也对我们很难产生信心了啊。啊，我们现在这个是一个有教无果的时代啊，啊，你看古人那些高僧大德啊，你说你不相信吧，拿个水过来，持点咒，这个莲花出来了啊，再弄一弄一条龙出来了啊，在祈祷七天，这一个盘子里面一个舍梨子出来了，啊，如果别人叫我们这么，我们是怎么办？啊，那高康盛会当时跟孙权就打赌啊，这个三国时期的孙权呢，啊，他不相信七天如果不能出现这个情况，那就要砍头的，啊，如果你出现这个情况，我就跟你见寺院了。所以他们这些啊古来的三藏法师，有些正果的圣人，他在中土弘扬的时候，他真有点神通感应出来啊。
所以在这个时代，我们怎么办？劝进行者要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去做，啊，做阿弥陀佛使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来转达嘛，做宣传员嘛，这种可以吗？啊。那么，寂静三佛能够庄严这个世间，能够对人间佛教有所贡献，啊，有所贡献。那么这样，我们以信愿持名，啊，夜离娑婆，心求极乐的心，把自己的心安顿在六字洪名上，安顿在阿弥陀佛的慈悲愿海上，啊，这一生，啊，一定要成就往生极乐世界这桩大事因缘，啊，这就是往向回向，啊，一切所修行的福德功德诵经念佛功德全都回向往生，而且心量扩大，与法界众生一起往生，啊，往生之后不是在那享福的，一定要想到这个世间还有很多苦难的众生，一定要，啊，还向回向，还要回来，啊，回到啊生死之林烦恼愁林里面救度苦难的众生。但你只要去到西方极乐世界回来，他就披上了一层红色的盔甲，啊，他不会再堕落，啊，他待福逢化，就有福德智慧，啊，令法界一切众生同往西方。我们把这个心发起来，诸佛如来欢喜，增上我们往生的品位，啊。那么这是来新加坡跟大家共同讨论了，啊，信愿行三支粮，啊，这七天以来，啊，一方面跟同修共同讨论，另一方面我也参加啊参观了新加坡的很多啊很好的地方，啊，真的啊本人受教育很大，啊，尤其新加坡居士林这种啊这种大家注意功菩萨的精神，啊，从事社会慈善事业，啊，为了佛教大家都是这样的发心同心同德，啊，这个在李牧原林长的带领之下，啊，在我们新加坡国内都有良好的表范，尤其我们新加坡居士里很多弘法的事情在我们中国大陆信众当中都有啊很崇高的这样的声望，这都跟大家啊诸位大德的这种共同努力分不开，啊，那么啊我们东林寺啊也欢迎在座的啊新加坡居士啊居士林的居士有时间啊到我们东林寺去啊参访，啊，共同来修行佛法。那么今天我们在这里讨论佛法的因缘非常难得，啊，如果我们啊这个依照佛陀的教示信愿持名，那么未来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重逢，啊，谢谢大家。守戒而死，不可破戒而生，把它放在一个超越自己生命的程度。人人信因果，就天下大同，天下太平；人人不信因果，就天下大乱。我们在人生当中有种种苦境，阿弥陀佛以他无尽的悲心，给我们大安心、大安乐、大安稳。求往生的目的是什么？是成佛，成佛的目的是什么？普度众生。这几天以来，大家提问题非常踊跃，说明大家真是慎思好学啊！请问，九法界与十法界有何区别？啊，这是一个名相概念。九法界是指六凡的法界。啊，六凡法界，地狱、恶鬼、畜生，啊，人、修罗、天，这是六，再加上
身为圆觉菩萨，这就九法界，十法界再加上一个佛法界，啊，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常常讲九法界众生？由于佛在佛的状态当中，他是能度者，所度的是九法界众生，啊，佛与佛之间不存在救度的问题，啊，所以他是加上佛法界就构成十法界，啊，请问舍利子的由来？舍利子啊，就是啊，修行人通过戒定慧的修行，啊，所啊在身心啊所产生的一种现象。啊，下面问：祖母往生后有383颗舍利子，他在世时每月清晨只会念阿弥陀佛，和平时时到佛寺院帮忙切菜，他心地善良，吃素。不晓得为何有舍利子，啊，那你祖父就是，由于他吃素、做义工、布施一切，又能够每天，啊，你不要以为他只会念阿弥陀佛，啊，只会念阿弥陀佛就是大善根之人了，啊，就怕他又念念这个，又念念那个，这山望到那山高。头头不清，账账不了，他就不仅抽不掉舍利子了，他很多事情都很麻烦，啊，所以正因为他只是一心一意念阿弥陀佛，平时又注意修福，刚刚讲净业三福，修福修慧求生净土，所以他由于善良心很单纯嘛，所以这个阿弥陀佛名号无量光就在他身心上产生了作用，就出现这不可思议的现象。所以这个这么300多颗舍利子留下来，是他老人家慈悲得佛加持来令我们产生信心的。你只要念阿弥陀佛就能出现舍利子，就能往生。出现舍利子在港台都有很多例子，在大陆也有啊，这是啊有很多例子表明的。据说葱蒜有防癌的作用，如果是出家人可否食用？绝对不可以，不仅出家人不能受用，你作为在家受戒的，尤其受菩萨戒的人不能食用，要么你就犯戒的行为，啊，那么我们讲荤腥都不能食用，啊，腥菜就是鱼肉啊、鸡鸭，这是腥，荤就是这些五种啊，葱啊、蒜呐、啊鱼居呀、啊这些啊。这些韭菜呀，啊，这是不能食用的，啊，那么你仅仅说由于它有防癌的作用就如果去吃的话，你不知道它更重大的危害在什么地方呢？那么防癌的各种食物多得很，你为什么偏偏要去食葱蒜呢？是吧？这是不成其为理由的，啊，如果我们对戒律这么样的一种轻慢的态度的话，我们的知见就有问题了，啊，不能食用啊，不能食用。这个《楞严经》讲，一个吃蒜、吃葱、吃这些荤菜的人，众人能够讲经说法、天花乱坠、说十二部经，一切天神、护法神都远离呀，远离。在我们的戒律里面，你吃葱蒜，你都要离开僧团的。离开僧团7天以后，你才要还要沐浴更衣，才能让你进入僧团呢。现在很多高级宾馆都让服务员不能吃葱蒜了，他因为葱那个出来的气味太难闻了，啊，所以这是起码的。无论从世间还是出世间修行道业，都不要去吃这些东西，因为吃这些东西生吃能够，啊，增长嗔恨。熟吃能够助发淫欲心，很不好的，啊，佛是一切智人，佛对这些东西看得太清楚了，啊，佛让我们不干的，我们就不能干，啊，如果说佛如果知道有妨碍的作用，也允许我们吃的话，这是谤佛呀，佛是一切智人，佛什么都不知道啊，佛若干多少劫之后会下一场雨。这场雨有多少雨滴，一个雨滴有多少细菌，佛都知道啊，
我们要信佛呀。四生中包裹鸡蛋吗？吃蛋是否有犯杀生戒？那鸡蛋胎卵石化，卵呢、啊、它是有生命的啊，作为我们念佛行人修行人不应该去吃的啊。但有的人说现在鸡蛋从养鸡场来的，没有受精的，怎么回事？那你怎么知道啊？为什么我们了生脱死的人还要去连一个鸡蛋都放不下？那不是开玩笑吗？作为弘法基金的钱被骗了，谁该负因果？在家居士还是出家众？啊，那就看弘法基金的谁来负责人啊，就好像一个公司的法人啊，由他来负责任。如果他不是一个负责人，你不能让一个其他人去负这个因果责任的啊。所以我们接受信众的信款去做弘法利生的事情，这个每分钱都是信众的虔诚心辛苦钱来的，一定要善用，不能错因果啊。让你印什么经书，你不能印其他经书，卖砖的钱不能去卖瓦，还都不能误这个交退使用啊。所以这个弘法基金的这个管理者负责人一定要深信因果，尤其要对道戒这条戒要把他的啊这个开遮持犯啊都要搞清楚啊。要么你做弘法利生的事情好像行修功德啊，最后反而求生反堕了啊，这十分遗憾的。好，请齐秦法师讲解一下，到新加坡居士林讲经说法的殊胜因缘成型过程。我们这些修净土的同修，真诚祈请主庭的大安法师能常来新加坡弘法利生。啊啊！啊，非常感谢啊！这个让我一方面感到感激，另一方面感到惭愧啊！这个来新加坡居士林讲经的因缘，这要问你们的领长啊！啊，领长啊！这是我也来到新加坡居士林，也确实感慨良深，真的感觉到我们新加坡的居士啊，非常真诚、善良、单纯，这些都是生在一个有福报的地方，还真是福地有福人啊。他这种单纯、善良、布施的心呢、啊，就能够对佛法能够良好的切入，所以大家在居士林，你看一个像大家庭一样的免费提供饮食啊，我真的是第一次碰到。这当然是归功于李牧原林长啊，他有这种气概，有这种菩萨心呢、啊，来把这个大乘佛法这种平等心、慈悲心，通过这样的一个行为传达出来，而且这一念的布施的心，最终得到好处的是我们的居士林呐、啊，越布施越有啊。啊，有人说你这个大概担心你让所有的人出，大概会把我们吃光啊，吃穷啊，最后结果不仅没有穷啊，可更兴旺发达。大家这么多人来，即便一个很贫穷的人下岗的人啊，我不知道新加坡有没有下岗啊，用的一个大陆的概念，他真的没有钱，没有办法对这个居士林做贡献，他只要在这里接上一顿饭的缘呢、啊，他内心就会生感激心了。然后到这里听到佛号啊，他内心觉得由于这一念感激，他就觉得这个佛号佛法很好啊，于是你跟他去讲什么他容易相信了。所以这个先与欲勾牵，后令如佛智，这是观世音菩萨度化众生的善巧方便。因为众生有种种的欲望嘛，
他一下子智慧不一定到达那样的程度，他对世间有很多的要求，有很多要求，你不能一上来就跟他讲诸法的空性啊，毕竟空无所有啊，梦幻泡影啊，他一下子听不进嘛，听不进你就得告，哎，他有求财、求子、求官、求功名、求妻子这些愿望，让他满足。未成佛前，广结人缘了、结好人缘以后，等我们成佛之后，我们的法缘就很广了。那我们有啊、以后讲经说法也有很多人来听了。如果你一个人缘都没有接到，你成佛也没有办法度众生，因为一佛能不能度众生，众生能不能接受度化，这里面全靠有不有缘了、你看我们人与人之间见面，有的一见面很欢喜很亲切，好像很熟悉一样的叙事的善缘，有的人一见面就非常难受，非常过不去，对方都生起恶念歹意，这都是没有生的恶缘。所以我们要化解这些恶缘，接善缘，尤其接法缘，这很重要、那么我们居士林的同修们在这方面是做得很好的，也是值得我们大陆佛教的界的学习、同时大家念佛也念得很恳切，一般来说在比较富俗的地方，富贵学道难呀、他难以升起出离之心。有时候这时候我在这里讲业力娑婆心求极乐，我内心有点忐忑不安了，因为他过得很自在嘛，他可能就我学点佛就充实一点嘛，得点人天福报嘛，真正让我要业力娑婆，你让我今天往生大概很难呢、但我看到大家那种听的样子还是能够接受的样子，那大家的善根还真深厚，因为他有时候接受不了业力很难呢、了知诸法的空性也很难呢、要放下也很难呢、要把心寄托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也不容易呀、那么这些我们在我们的同修里面都能看到这一面的这样的出离心，甚至很多居士表示也要到东林寺打佛七十天的百万佛号，他也想真修实干呢。我们净宗学会的那位负责的管点总务的居士一听马上就去干了，现在还在刻苦的在官房里面念佛呀，这不简单呐、所以通过这个这都要干出来，我们才知道他的信心真的是发起来了。要么他这个一天到晚劝别人念自己不念，今天有位法师说弃理弃机，要知道这个切鸡首先要切自己的鸡，你不要一天到晚拿着这个理去切别人的鸡 这话讲得很有道理啊。一般来说我们弘扬佛法，你自己做到的事情才有资格劝别人做，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就不要去讲了以身作则这是很重要的。我们无论是弘法的法师还是我们在座的居士，分散在这个人群当中都是人中之言呢、我们作为佛教徒每个人都担负着以身弘法的职责，你是佛教徒做得好，大家觉得这个教法很好，你看他人为一种文化的载体嘛，你各方面都做得很好，就说明你信的这个教法很好，修的法门很好，自己修这个法门信佛了，做人也没有做好，能够修行又得不到安心，一天到晚愁眉苦脸，再加上内心越来越灰心，还有埋怨情绪，你看我一天到晚在义工做义工，一天到晚这样一天到晚这样，最后我又倒霉啦，又生病啦，又这样又那样，怎么一点好处都没有，他有怨气，这个怨气是通过他的表情通过他的眼神都传达出来，人家就觉得你修这个法门怎么这个样子啊。
那么这是我们辜负了阿弥陀佛。这个念佛法门是一个安心法门，是个安乐法门。我们相信了阿弥陀佛慈悲救度，就是当下我只要南无就解决问题了，我就得到安心了。得到安心，我尽我的生命的这个未来的这个言语来念佛，来助福德，来帮助他人，来弘扬佛法，这个过程都充满着感激，充满着报恩呢、啊、它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呢、啊、如果我们念佛不能得到安乐，这是我们出现问题了。首先是我们的知见出现问题了，所以要读诵五经一论以及中国净土宗祖师的思想来调整我们的知见，然后在这个念佛的符号当中来仰听佛力，把自己的正信自见树立起来，一切恐惧围作大安。我们在人生当中有种种的恐惧，阿弥陀佛以他无尽的悲心给我们大安心、大安乐、大安稳，最终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得到极乐安享涅槃的常乐我净。我们要感恩阿弥陀佛，感恩阿弥陀佛当下就依教奉行啊，就不是娑婆世界之酒客，已经是极乐世界之嘉宾。好，南无阿弥陀佛，谢谢大家。你这辈子做一件最好的大事是什么？请大法师来。你看这天讲经深入浅出，每个听了，小孩听了说哎，听得很好，小孩子也会，大人也会，老人也听得懂。哎，这个我也是我们居士林啊，和我们新加坡的幸福这种善根福德因缘成熟了，也是我们天时地利人和更条件的成熟了，能才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和这样的感召，我们大家的福德因缘感到大安法师能够来到新加坡。我觉得很幸福啦，听了很感动，解了我很多烦恼，谢谢法师。法师讲这个净土呢，使我们觉得还是回归哈、哦、到净土法门，好好的修行，知道说差不多是我们可以选择怎样的路去走这样、哦、啊，才能令我们在啊无量阿僧祇劫的修行过程当中，难行能行，难忍能忍，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诸尊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我很高兴，我叫大宝。大宝啊，哎呀，谢谢我大安法师。添加十八个小时，我这个能力吧，我就一个怀疑了。嗯。然后第二天就听法师讲说，这个是全阿弥，你发这个阿弥陀佛全力加持，才有这个力量。听了吗？这个信心大增嘛，所以我就打铁趁着快点了。我随便走。那法师他也是讲的非常好啊，你学佛之人，第一为什么念佛？念佛是为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念佛这个感觉你就出来了，就发现说哦，原来念佛是这样的，这样法喜充满的。所以我到十四天的时候，我跟你讲，坦白讲一句，我不要出来，真的，我不要出来，因为我们讲说尝到那个念佛那个味道，你尝到一点点那个味道，我只相信一个，阿弥陀佛他肯定会来接你，只要你要去，你肯去。如果全世界的念佛人，我们把祖庭建得更好，哪里哦？我们的祖家东瀛寺去看看一下，建得多么好，这是大家的光荣，也是你们本身的事业，也是我们修持净土人应该做到的。如果每个看到祖庭这样兴旺，是代表全世界念佛德的人很多很多，那将来大佛落成的话，全世界所有净土宗的人在那边开大会。所以我们也希望阿法师过来，包括我们几百个人过去，那他常过来，
我看我们几百个人包一次飞机啊，不如他一个人过来。所以在法师有空的时候，每年不是来一次，每年最少来一次，最少越多越好啊！我们不可以说法师啊，你每年来一次不够的，最少啊，越多越好。南无